对 ，Microsoft。他弄反了，他的内外被设定。开始，我今天想要试新东西，结果微软真的不太好用啊。那就是我今天要提的是一个通行车道、自行车道的一个影片分享的平台。就是为什么要特别讲说通勤自行车呢？就是说，一般我们现在台湾对自行车印象就是，假日去和平公园骑车啊，玩一下。但事实上，在未来的这个公共运输上，自行车应该是要作为一个通勤使用是最好的。但是作为通勤使用的时候，一个自行车道它就必须要有它必须要满足的一些条件。缘起就是我最近跟朋友弄了一个网站，大家可以看看。就是那我们就是一个文章分享部落格，那我们想说回应一下台北市。在明年要办一个 VLCT， 就是城市自行车城自行车城市的一个国际的研讨会，所以我们就定说，那我们来推动一个通行自行车道的一个分享平台。那通行自行车道的差别到底是什么？上面是我不知道哪一国的通行自行车，它是一个很宽敞，然后路上没有人，自行车可以在上面飙车的，甚至在英国都要盖高速公路。那在台湾呢，自行车道这样。就是全台北市最好的通行自行车道在这里，上面有人、有树、有公车、有垃圾桶、有路灯，然后甚至那个骑到马路边缘还要自己下车把车子抬下去，因为那高差有10公分，所以这个是台湾的通行自行车道环境。那有一天我心血来潮，就想说我家住内湖，然后我捷运站在昆阳，所以我就从昆阳骑我家，就不骑还好，一骑才发现靠我骑脚踏车更不能回家。因为我要过桥，要抬脚踏车上桥，然后下桥之后是一个那个交流道路口，根本没地方骑，然后总之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体验。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们来形成一个网站，就是这个不是高雄也有人针对高雄市的这个自行车道去做检讨，那就是差不多的问题，就是对自行车骑士很不方便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是不是弄一个网站，就是这个是 YouTube 吧。那怎么做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技术背景，就是可能是大家可以上传这个自行车的骑乘的影片，就是自己家里骑过车道的影片，然后下面就可以讨论说，我觉得这个自行车道很好或者很烂，那为什么烂，那为什么好，那旁边就是很多人一起上传，然后可以做分享的。那所以呢，就是我希望能够做出一个这样的平台。那因为这个只是构想阶段，就是骑车骑骑撞到脑袋然后想出来的，所以基本上是很草稿，就是所以希望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一起来讨论，然后我们可以拟出一个发掘，然后做出一些技术性的一个成果，谢谢。